将耍宝进行到底，自作聪明，王涛冒傻气。要说黄渤、王宝强，那可都是耍宝界的大神级人物，而王教授王涛作为耍宝界的新星，这战斗力就显得弱了一点点了。在东南卫视直播的明星夫妻真人秀《只爱在囧途》节目中，三对明星夫妻为了在异国他乡生存，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。而在本期的节目中，导演组也难得的为三对明星夫妻安排了悠闲的小假期。不过或许是被导演组坑怕了，就连简单的闲聊，王涛啊都显得是十分的警惕。一个老师，然后有这么多镜头一直对着，会不会有一种做这个艺人的感觉？我觉得他领任务了，他领了任务，现在怕我怕，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。我帮你快速完成提问，我来给你答，这样我也可以按摩。没有提问呢，就是跟你聊天儿。哎，我说王涛呀，你这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呀！哎，放松放松啦，导演组的各位还是很善良的哟。那么在本周播出的节目中，等待三对夫妻的又是怎样的新鲜体验呢？请锁定每周四晚9:15播出的《真爱在囧途》，乐翻天综合报道。